没有发现自己千辛万苦拍出来的照片，却总是跟自己想象的不一样吗？你也以为拍出好照片一定得要用好相机，或是你拍照明明很不错，却经常被嫌弃吗？欢迎来到手机摄影新手月级指南构图与后置修图实战课程。嗨，我是韩森。开始教学摄影以来，我在线上线下已经帮助超过20000名学员在摄影领域获得显著的成长，而现在我将在这里带你从新手小白直接越级掌握职业摄影师才会的手机摄影技巧。我们会深入探讨手机摄影的基础知识，了解光影变化的应用，并透过 APP 进行实战影像后制，帮助你实际把脑袋里唯美的画面变成自己独一无二的影像作品。在这里，你将掌握新手月级专属的5大构图法则，拍出层次分明而且具有氛围故事感的照片。我们还会深入学习 Snapseed 还有 Lightroom 的使用，从基本调整到进阶编辑，就是为了帮助你打造专业级的照片。不论是美食调色、逆光调整，还是人像精修等等，你都将在这个课程学会这些技巧。快来加入课程，一起学习如何发现美，成为手机摄影达人吧！我们课程见。